货，啊，看看我们家的货，嗯，还可以。哦，你们家有柱子，佛台边上啊，在过去那有个柱子，房梁的柱子，哎，不是，就是在过去的，左面你面对着佛台的左面过去的，哎，对了，一格一格，好吗？嗯，不要，明白了吗？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，没关系，包括。啊，再高了一点，下来一点，最好就是说你脸是对着菩萨的，嗯，好吗？可以，你要记住啊，那个房子下面不好。哎，你自己晚上会听到点声音的呀，你没听到声音啊？厨房里有声音吗？不会的，啊，嗯，你自己啊，好了，你自己。打胎的孩子先念念掉啊，没走啊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好了。啊，可以，来。